再开始哦。那开始之前呢，再请管理帮我们介绍一下，我们是从哪里来的？是我们是从高雄来的月总女仆咖啡厅。那是的，那这一次很荣幸，就是可以跟三创有这个机会一起来做这个快闪活动。那今天的话，就是平平安安度过那么久以后，今天是最后一天咯，所以接下来只会剩下两场晚上的演出。好，那如果不太了解我们女仆餐厅的内容的话，可以扫这个小小的 QR code， 这是我们的官方网站。是的，不想再被笑，讲超标准，因为之前讲错话被笑过。然后官方网站，然后里面都有我们各个店的介绍，然后还有各个女仆的现任女仆的名字在上面。对，也会有一些日记在上面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第一个表演就要开始喽。歌的话，相信也是觉得这一段时间看来，就是都已经会跳的一首歌。对，对，女仆的歌啦。准，不要害羞，会跳的准，就是可以一起来动动，一起动动身子。对，然后一起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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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类的。对，新年了。我已经透露够多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第一首歌就要开始喽。Oh, oh.
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带来第二首歌。那在带来第二首歌之前呢，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小小的活动。是的，那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。那我们在稍后表演结束后会有大概10分钟的拍照合照的时间。那也欢迎你们扫这个大大的 QR code， 可以从中来哦，就是可以打卡到三场活动。那也欢迎你们打卡到这个小小的 QR code， 可以拿到阅读本部。那在这边再次跟你们介绍一下，我们是来自高雄的阅读咖啡厅。那这次就是今天最后一天跟三创一起合作的，终于诞生了。今天最后一天跟三创一起合作的快闪活动，那晚上的时候在6点跟8点钟也会有。那每一次的活动都有点小小的不一样。对，那接下来这首歌的话，是我跟小喵，要带来一首非常电波。非常十分电波的一首歌，相信主人们有些主人们一定都会唱，也非常洗脑。那我带了我的小抄来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那在这边音源可能有点问题，我们再来介绍一下。是的，没问题。我们高雄阅读女咖啡厅的话是在高雄，那它在高雄客运的旁边，对，核心客运旁边，对，核心吗？主人，好，那就是这一间呢比较走 A C G 的风格，就是一般动漫的主人啊都可以到这边。是的，那还有第二间店是在新竹江，好聪明哦！我刚才在想说，第二间店在哪里，我有点忘记。因为现在的什么是香香的尤卡里，而且我们刚才是不是没有做自我介绍？我们好像忘记做自我介绍就直接开始了。没关系，我们最后再来做自我介绍好了。好，那所以最后再做自我介绍吗？那现在应该不知道主人公到底是谁在唱歌的，还是要现在好，我介绍一下，我们现在要表演的是。是我们小时候是要表我们不是要介绍我们是谁吗？不是原来吗？原来不是叫这个，我刚刚没有讲过吗？没有，真的什么都没有听到，真的什么都没有听到，真的一切都是假的。现在状态一种原来是。那接下来这首歌是由小喵跟尤卡里带来的，那这首歌呢是卡蒂惯用的歌，大家都知道它的风格比较可爱有趣一点点，对，非常电波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拍拍手打打节拍。Hi!
我
鞋爆开了。我刚刚超怕鞋飞出去，会打到观众。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我只能说没问题，怎么办？真的吗？救回去而已。好，那刚刚就是带来一首非常动感、很喘的歌曲，是《喵喵面子》。